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棒棒的爱店。这间店呢，之前在 IG 上有分享过，很多网友来讨论，就是泰式料理，它是吃到饱的，它 CP 值很高。我们来几次了，棒棒？超过五次了。那现在继续吧 ，Let's go。Go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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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来到 YTT 实在有够变，我是博翰，我是燕呢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北市一间泰式料理吃到饱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吃了。对，我们今天目标挑战二十盘。好，来开动，开动。外酥内软，这个酱味道恰到好处。我推荐大家吃这个生香，它酸酸的，然后吃起来很爽口，口感很像沙西米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这道还是地点清蒸柠檬。再一次，我很期待椒麻鸡。这也是好吃的，这肉质非常嫩，太好吃。像这个酥炸豆腐超好吃，它皮酥酥，里面一咬起来整个弹开，真的好吃。这个蚝油牛肉酥吧，我吃的肉超嫩，肉超嫩，因为它这个味道蚝油不会到很咸，吃进去你会感觉嘴巴里面都是那个牛肉的香味，看超好吃，脆脆，然后不会很辣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。帮忙开始吃草了。它凉拌蔬菜很多菜，就是凉拌的蔬菜。这是乌骨鸡汤。哦，好烫。香茅味很浓。哎，对，香茅味很浓。这是泰式皮蛋豆腐，一般都是淋酱油膏，不过它是淋泰式酱。它原本就很爽口，淋泰式酱更爽口。冰淇淋。那我昨天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个这几天尽量辣的啊，重口味的啊，冰的都不要吃。你看我今天都吃什么？等要盖饼啊。我肚子很痛，我最近其实拉肚子拉了四天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欸、我差不多先上厕所一下。我先上厕所。受不了了，先吃点吃。好。燕子跑去拉屎了，现在剩下我跟棒棒两个人孤军奋战。解决了二十道，这是第二十一道了，最后一口啦。虽然很饱，还是很好吃。哦，吃了好饱。我们三个人今天吃了二十一道，我看今天又吃这一餐就好了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昨天、明天是今天，祝你吃饱每一天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